见过王师傅，有事吗？我就是想来看看，我想找那个黄皮武士练一练，跟他练练。 把衣服穿上，跟我走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快点，快点跟上！跟上，快点！ 快点！哎，快点！跑不动了。小龙，要坚持。我真的跑不动了。难道你不想见叶大师了吗？我想。好，想见就坚持，好。 不想放弃，小龙，你没有放弃，好样的！啊，叶大师，我把我儿子带来了，按照您的意思，我让他从京世百公园徒步跑到这儿来的，这孩子他坚持下来了，能一口气从京世百公园跑到这儿的人可不多呀。那。 您收徒的第一关算是过了吧？好了，进门吧。咏春拳是福建五梅师太所创，咏春拳的特点。 就是简洁实用，郭新立打的是入门功套路。小念，好了，你们散开吧，成队练散打吧。咏春拳讲究手脚并用，手法有三旁手、破牌手、寻巧粘打，不行有人字前仰马、三角马、追马。还。
还有卢里布，他练的就是摊打手，摊打手就是边防边打。他练的是步行追马，步行追马讲究的是快捷勇猛。他练的是擒打，也就是近身打法。咏春拳是集内家拳法和近身打法的拳术，他最讲究实战。孙良，来练练寸拳，给小龙看看。拿板来。寸拳就是在一寸之内发出全身的力量，将对方打出去。一寸之内？没错。别的拳发力主要是靠腰和胳膊，而咏春拳发力是靠全身结体之力，所以能在一寸之内发出强大的爆发力。拿着。